报告委员会，出席委员8人，已足法定人数，请主席宣布开会。好，那我们开始开会。 请宣读会议议程。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司法及法制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日程。开会时间：10/5/2023年10月30日星期四上午9时至12时，下午20:30至5:30。开会地点：红楼三零二会议室。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司法及法制委员会第十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2023年星期一。 上午9:02至13:14，地点本院红楼三零二会议室，出席委员林伟德等11人，列席委员陈委员廷飞等30人，请假委员许淑华委员1人，列席官员司法院秘书长林景芳等9人，主席林召集委员为周。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讨论事项，继续审查司法院、行政院函请审议。 刑事诉讼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及刑事诉讼法施行法增订第7条至9条文草案决议决议：一、进行大体讨论，逐条审查；二、刑事诉讼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部分增订第3条之一、第7编之2编名、第455条之12、第455条之14、第455条之14、第455条之16至第455条之18。 第455条之20至第455条之22、第455条之25、第455条之24、第455条之28至第455条之34及第455条之36，均照案通过。第259条之一修正为：检察官依第253条或第230条之一为不起诉或缓起诉处分者， 对刑法第38条第2项、第3项之物及第38条之一、第1项、第2项之犯罪所得，得单独申请法院宣告没收。三、第309条及第470条均照案通过。四、增订第455条之13，含委员柯建铭等3人所提修正动议；第455条之15、第455条之19、第455条之23、第455条之26。 第455条之27、第455条之35、第455条之35及第455条之37及第455条之38均暂保留。三、刑事诉讼法施行法增订第7条之9条文草案增订第7条之9，照提案之行政院版已案通过。四、保留条文另订其继续逐条审查。继续宣读本日讨论事项上午部分。 继续并案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修正草案，委员高志鹏等23人拟具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及国民党党团拟具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第2条及第3条条文修正草案案。下午部分并案审查委员徐志荣等18人拟具中华民国刑法第77条及第272条之1条文修正草案。 及委员王玉明等18人拟具《中华民国刑法》增订第271条，第271条之1条文修正草案，宣读完毕。请问各位委员，上次的会议记录有无错误或遗漏？如果没有，我们就宣告议事录确定。 现在我来介绍我们今天列席的官员以及在场的委员法务部政务次长陈明堂陈次长，谢谢。法务部廉政署副署长杨时金杨副署长，总统府政风处处长萧湘宁萧处长，经济部检任秘书徐世通徐秘书，交通部政风处副处长许习仪。 教育部政风处代理副处长许穆进，国防部政风室专门委员廖锦金，劳动部劳动关系司副司长陈义文。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企划处处长陈尤佳，欢迎你。公平交易委员会法务处副处长谢坚章先生。国家发展委员会资讯管理处高级分析师王成明。中央选举委员会政风室主任陈明矿。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主编人力处专门委员李静怡，谢谢。全序部法规司司长蔡明广。司法院行政诉讼及惩戒厅厅长陈国成。考试院第二组专门委员陈怡君。监察院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处处长林惠美。我们在场我们的段宜康、段昭伟，还有在场的委员哈，周春米周委员、许益仁许委员，好，顾立雄顾委员，哎，刚刚，哎，到场啊，好。好，今天是我们继续并案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的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修正草案，以及有几个版本哦，有高志鹏委员等23人，以及国民党党团分别凝聚的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本会在上一次3月7号，本会其第二次会议就行政院提案进行审查，已完成报告及询答。今天我们要将这个高志鹏委员23人等23人，以及国民党党团的提案并案审查，应已完成询答程序，今天仅做提案说明。啊，那等一下，我先说明一下啊，今天就是说我们会做提案说明，然后会做大题讨论，但是还不会到逐条了哈。那希望哈可以做更充分的讨论，然后对于这个几个版本哈，因为有的版本其实还蛮严厉的啊，提出来的这个将来的要求跟不管对象或是要求的事项都蛮严厉的。其实我们也应该要听一听我们很多行政部门在真正执行的状况之下哈，会有一些哪一些这个自在难行的部分啊，也可以做一并的做说明。好，我们现在进行提案说明。请委员高志鹏委员说明。那不在，好。有没有要代表这个高志鹏所提的这个草案的其他委员，有没有要代表他做说明的？没有，好，请国民党团代表说明。许益仁委员有没有要代表国民党针对这个版本做说明？没有，好，请问机关代表是否有要针对新增审查之提案表示意见？好，法务部。OK， 其他单位有没有要针对我们这个提案以及新增的这个动议有所回应或所说明的？好，请上我们这个发言台。好，那个是不知道哪一个单位？
主席、各位委员、各位长官，大家好哈。我是国防部专门委员，是我针对本次这个高委员的一个提案，要修订，说加把这个增订哈，有审酌有权决定者的范围，把原来行政院版所提的这个所谓的一个暂时军法官，纳入立冲法规范的对象，修订为军法官这三个字。那依照目前哈那个军事审判法已经修订为，在我们军法官在平时并没有执施军事审判跟侦审的一个职务，啊，除非是以后的军事审判法修正，让军法官恢复他们的职权，或者有战争时候的需要，他们才有所谓的一个侦审的权利，也才符合高委员所提的要有权决定者之范围来纳入所谓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规范的对象。我们建议是不是维持哈，要暂时军法官才纳入规范，好，是以上是国防部的意见。好，好，谢谢。好，我们现在进行大题讨论哈。请宣好，段委，哎，段委，上执行来。主席，各位同仁哦。那么其实包括行政院的提案，包括国民党党团的提案，还有高志鹏委员等23人的提案，都把原来的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做了比较更范围更广，然后更严格的规范。那这个方向其实是不但符合社会的期待，那其实我们也希望能够帮助啊，这个能够有更明确严格，然后避免这个过去啊常常受到诟病的现象继续发生的这个法律的规范。不过正因为它越来越具体，范围越来越广，所以我们就会考虑到一些实际上的问题，譬如说在执行上是不是有这个可能可以做得到之外呢，也怕会有叫做挂一漏万啊，因为你规定的很具体，因为本来就是规范的是这个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规范的范围，那你现在把它变成一项一项列举出来，那如果有没有列举到的呢？好，譬如说我举个例子哦，这个第三条的修正哦，除了高志鹏委员没有好像没有修正之外，其他两个版本的修正啊，都加上了叫做第五款的经公职人员禁用之机要人员。那什么叫经公职人员禁用之机要人员呢？就是第二条所列的公职人员他们禁用的机要人员。但是这个机要人员呢，如果照立法说明的话，看起来应该指的是根据公务人员任用法第11条还有各机关机要人员禁用办法的规定来禁用的人员。那这等于是用人的途径，哦，用人的途径来规范，而不是他所担任的工作性质。那这个跟我们一般讲的这个机要工作啊，会有在实务上会有时候会有点差距，因为他这个用人的管道，他有可能去担任研究工作，他有可能，当然我们知道我们对机要人员哦，我们希望他就是担任首长的机要，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常常会有一些因为用人的需要，他其实虽然说是机要任用，但是他并不担任机要工作。但是相反的是，有一些担任机要工作的，他又不是用机要任用。所以你用这个去做规范，可能在法律上的规范是不得不然呐，但是呢，有一些人可能就没有被规范到了。好，那如果有一些被规范了的对象，好，假设他是用机要任用，可是他并不是担任，他并不在首长的办公室，他可能是因为我们有他的专业的需要用了他，
结果呢，你这个公职人员，你可能就不能去升迁这个，去给他做职务的调整，因为你可能不能升迁。那他明明不是你的这个机要人员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另外一种状况，我觉得是更严重的，就是他并不是用公务人员任用法，也不是用各机关机要人员禁用办法。这个我可以举一个实例哦，我这个也曾经跟廉政署请教过，那廉政署承认哦，他们并没有这个没有办法被规范到。我举的实例是现在的行政院的各联合服务中心，我们有四个联合服务中心，有东部、有云嘉南、有中部、有南部。现在呢，除了东部的联合服务中心之外，其他三个服务中心都有一种这个这个经费啊，叫做劳务采购的派遣人力。也就是说，我有一定的人力呢，是由派遣公司经过公开招标的程序，派人来帮我做一部分的工作。我们通常讲的派遣人力会做的，譬如说是接电话，譬如说是打扫，像我们这个立法院的这个打扫就是派遣人力。但是呢，在这三个联合服务中心，东部、中部，中部、云嘉南跟南部联合服务中心，他们的这个派遣人力做的工作，我可以念给各位来听了哈。譬如说，南部联合服务中心呢，有三个派遣人力，其中有一位做的工作，他是叫做行政秘书啊，行政秘书，他做什么工作呢？他的工作项目其中之一啊，是办理主管交办陈情案件之咨询、协调、处理及管考等事务。这个听起来，这个工作很重要啊，不但要对于主管交办的陈情案件要咨询、协调、处理，还要管考。那这个这是主管的机要啊，这是主管的机要工作啊。然后他还有一项工作叫办理主管交办专案工作之规划、整合、处理及管考等事项，这是主管的机要啊，他就是执行长的机要人员啊。可是问题是，他透过行政院哦，这个是行政院的公开招标做的劳务派遣的采购，那所以呢，我们这个机要人员的这一项就规范不到。现在在现行啊，包括中部、云嘉南跟南部联合服务中心，每一年都编了几百万啊，做这样的这个劳务派遣。劳务派遣派进来不是扫地哦，不是当总机哦，是当这个执行长的机要工作，那、我们就规范不到了，我们就规范不到了。那所以状况会变成说，我们这个就叫做，我认为就叫做挂一漏万。好，那所以这个部分啊，这个次长你能不能回答一下，你们有没有考虑到这样的状况？好，请陈次长。委员长，确实呢，列举有列举的好处，列举的坏处了哈。那如果太过概括的话呢，因为以前我们的现行的是立通法跟着那个财政法，但是财政法我们也在修正中，现在送到行政院去，也采列举式的。那现在这里为什么要把它分开？就跟高志鹏委员所提到的那个一样，就是为了有权责就应该受规范，才在这个原则。所以我们筛选了一些有权责，不过上次也有提到说我们写的太杂，所以这一次我们有修正一些。那刚才委员所指教的像机要人员，那因为我们请教过人事总处、前序部呢，就有一个概括，这个没问题哈、哦。但是派遣人员为什么去做这个机要工作，我一直不解。这个可能要请教那个劳动部。基本上派遣人员做最基层的那种非机要的工作才对啊，为什么会查到这个来，我是不了解了哈、哦。可能要请教相关单位。那我能不能如果说需要的话，我们把它加上去。有那我跟委员报告一下。或者有人事总处的代表吗？因为这个是行政院的招标案啊。所以能不能来说明一下？劳动部也可以指教。那我跟委员再报告。劳动部一起上来，我们就不要那么形式化，就点到各位就请直接上来，好不好？那我跟委员再报告一下，我们也有个考虑的哈，要不要加一个概括条款？就是说呢，这个有一个授权在第四条，第二条里面哈，
把那个性质特殊加一个概括，就性质特，就这里还没有了哈。有对你那个第二条是指的公职人员嘛？我这样，我现在谈的是第三条的部分。第三条是有个公职人员以后呢，他的关系人才会进来了。那如果说原来我们不是写机要人员而已嘛，对不对哈？对。那这个情形下，我们要加一个，再考虑哈，加一个说性质特殊，然后由行政院会同主管院，哈、哦、府是总统府了哈，主管院来适用本法的，我们也许授权呢，有将来个别公告就不必再做修法了，这是一个思考啊、哦。另外呢，刚才提到的说那个聘用的助理，像民意代表他就没有机要人员嘛，对，好、哦，那因为按照现行的法规就用助理嘛，工会助理啊，啊、哦嗯，所以我们也许也参考国民党版本、党团的版本，就是把那个助理呢，聘用的助理加进来，哈、哦，还有公职的机要的聘用的机要人员里面呢，然后在第四条，第四条里面的所谓非船长利益呢，我们考虑了哈、哦，是不是公职人员聘用机要人员跟各级民意代表聘用的不包括在这个人事措施里面，嗯、也许我们朝这个方向来做一种补充，这是参考上次。委员质询垂询的时候，我们回去再思考的。我们也许在逐条的时候再做讨论，好不好？我看劳动部不用上来了，劳动部本身就用了很多这个其实名实不符的这个派遣人力啊。但是人事总处要不要上来说明一下？我们请那个人事总处的李专门委员，就是我们的这个行政院的这个劳务采购、啊、当然这个用人是南部的各地联合服务中心啊，但是办招标是行政院的招标啊，105年行政院行政秘书劳务案办公开招标，那我们对于这个派遣人力没有一定的规范，这个他这个劳务案就注明啊叫做行政秘书了，所以他其实做的并不是这个一般我们想象中应该要做的那些工作嘛，对不对？对，是。跟主席先报告一下哈。事实上，关于劳动派遣的部分哈，除了就是刚刚主席所提到的，这个工作的内涵是由各个机关他自行依照我们派遣注意事项的规定，还有劳动部的这个派遣的这个相关的指导原则来规定之外哈，我们在我行政院所定班的运用劳动派遣应行注意事项的第八点有特别明定，就是说要派契约里面要明定派遣事业单位不可以派遣各机关首长的配偶及三亲等以内的血亲姻亲来担任他的派遣劳工，那甚至是包含就是说只要是他办理这个，只要是在这个内部单位的单位主管还有办理这个派遣的采购案件的采购人员也必须有这样子的一个利益回避的规定。是啦，但是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谈的重点，来我请次长、哦、我觉得这样是这样子、啊、就是说这里面很诡异了哈，次长不好意思，这个，我的意思就是说哈，第一个，你今天透过公开招标的派遣人力，我刚才念的那个是行政院给我的哦，就是我在招标的时候，他的工作项目就是这些，就我已经想好了，我今天要去派遣的这个要去招标的这个要去请派遣公司派来的这个人呐、啊，他就是要做这个工作。也就是我其实当初去设想就是一个执行长的机要人员，我就要找一个机要人员，我的办公室的行政秘书或者甚至来担任工作，说不定是接近办公室的主任或者我们一般讲的机要秘书了、哦、才会去做这个工作嘛。但是呢他居然是用派遣，就派遣公司派来的，好，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更有趣了，他这个标案叫做最有利标，用最有利标的精神，那既然是公开招标，部长，我想你想象哦，你今天要找一个机要人员，你会找你不认识的吗？对，不太会嘛，一定找你可以信任的。那你去公开招标，居然得标的，怎么叫都后都是你信任的人、嗯，就是你信任的人。那这个公开招标这个是假的嘛？这个公开招标是假的嘛？做一个假的标案嘛？所以这个就是我要讲的一个重点。其实啊，除非一个是就是在法条上面啊做这个巨细靡遗的规范。但是这个有时而穷啊，你不一定大家到处钻嘛。第二个、啊、我的建议是这样，你们其实去办一个案子，办了让大家知道说我不可以这样，我居然用公开招标做劳务派遣的采购，居然去找我的机要人员，但是摆明了这个叫做绑标啊，这摆明这是假的啊。好，所以我在这边啊，我就在这个地方利用这个机会，我就直接跟法务部啊来检举。你对于这几年
因为大概是民国100年才开始的，就有用做劳务这个各地联合服务中心啊，来做这个采购啊，派遣人力采购，大概民国100年才开始，要去查追查，是不是有涉及绑标，是不是有利用派遣人力啊，先已经找好对象了，然后公开招标，最糟糕的是行政院呢、啊、还要去背这个锅啊，是行政院的标案呢、欸。啊，结果是各地联合服务中心执行长还是主任，我不知道了。反正他就说，这个人就是我要用的，这个要查，这要请廉政署去把它查清楚。然后，这个如果有涉及不法，就应该要，就是应该要这个依法来处理。那你办了案子之后，以后的人就不敢了，是，好，因为那我们这个部分就不一定要去修法处理啊。对。哦，因为他有实力在那个地方，我就不能这条路就堵住了，就不敢做了，好不好？这是我的建议。好，谢谢。跟我也说明一下了，因为行政秘书呢是一般行政机要哈、啊，这个是机敏性的工作了，机敏性工作，所以以我们法务部的立场来看，不应该用这个把行政秘书呢，一般的行政秘书，还有刚才讲的派遣工，一般是事务性的嘛。怎么会在做机要性的工作？这一点我们也请廉政署。市长，你不了解，好不好？现在有一些挂羊头卖狗肉，有一些不是，他有一些连主管都是派遣人。好，我好，谢谢廉署了解。好，谢谢。好，其他委员还有没有要发言的？关于这个利益冲突回避法的部分条文修正草案，那个没有其他意见哦，我们等一下、哦、先休息，我等一下请这个我会协调哈，跟那个其他委员协调，我们接下来啊要怎么处理，所以我们现在先休息20分钟，好，谢谢。
好，我们现在进入逐条讨论哈，请宣读啊。没有啦，不是进入逐条讨论，宣读条文啦，继续大题讨论。程序上这样好像怪怪的哈。先宣读条文，然后继续讨论啊。OK， 我们先读条文，好。请各位参看条文对照表。行政院提案第一条，为促进廉人政治、端正政治风气，建立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之规范，有效遏阻贪污腐化及不当利益输送，特制定本法。第二项未修正，与现行条文同。行政院提案第二条，本法所称公职人员其范围如下：一、总统、副总统；二、各级政府机关构之首长、副首长；三、政务人员；四、公营事业总分支机构之董事长、副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及执行该等职务之人员；五、各级政府机关构公营事业机构之秘书长、副秘书长、主任秘书及综合处理幕僚事务之幕僚长、副幕僚长与执行该等职务之人员；六、各级公立学校校长、副校长，其设有附属机构者，其该机构之首长、副首长；七、各级民意机关之民意代表；八、代表政府或公股出任其出资捐助之公民营事业机构、财团法人以社团法人之董事、理事、监事及执行该等职务之人员；九、公法人之董事、理事、监察人、监事、首长、执行长及执行该等职务之人员；十、政府捐助之财团法人之执行长、秘书长及执行该等职务之人员；十一、法官、检察官、暂时军法官、行政执行官及司法事务官；十二、国防部所属相当于旅群大队级以上之机构部队，依编组装备表锁定之主管、副主管、主官、副主官；十三、其他各级政府机关构公营事业机构、各级公立学校及附属机构，依组织法规或编制表锁定二级单位或相当于该层级以上之主管人员，依法代理或经授权执行前项公职人员职务之人员，于执行该职务期间亦属本法之公职人员。委员高志鹏等23人提案第二条，本法所称公职人员范围如下：一、总统、副总统；二、各级政府机关构之首长、副首长及其授权之人；三、政务人员；四、各级公立学校校长、副校长，各该学校附属机构首长、副首长及其授权之人；五、各级军事单位之上校编阶以上主官及其授权之人；六、各级民意机关民意代表；七、法官、检察官、行政执行官及军法官。国民党党团提案第二条，第一项与行政院提案同。第二项为第一项第一款、第二款及第七款职务之候选人，自当选名单公告之日起，视同其就任后机关之公职人员，依其所当选之职务适用本法之规定。第三项与行政院提案第二项同。请看第17页。行政院提案第三条，本法所定公职人员之关系人，其范围如下：第一款、第二款与现行条文同。第三款为公职人员或其配偶信托财产之受托人，但依法办理强制信托时不在此限。四、公职人员依第一款与第二款所列人员担任负责人、董事、独立董事、理事、监事、监察人、经理人或相类职务之盈利事业、非盈利之法人及非法人团体，但属政府或公股指派、临聘代表或由政府聘任者，不包括之。五、经公职人员禁用之机要人员。六、各级民意代表之公费助理、
或其加入助理工会之助理。国民党党团提案第三条，本法所定公职人员之关系人其范围如下：第一款至第五款与行政院提案同；第六款，各级民意代表之公费助理或其聘用之助理。请看第21页。行政院提案第四条，第一项、第二项未修正，与现行条文同；第三项为非财产上之利益，只有利公职人员或其关系人在第二条第一项所列之机关构团体、学校、法人、事业机构、部队（括弧以下简称机关团体）之任用、聘任、聘用、约雇、临时人员之禁用、劳动派遣、升迁调动、考绩及其他相类似之人事措施。行政院提案第五条，与现行条文同，未修正。行政院提案第六条，公职人员之有利益冲突之情事者，应即自行回避。回避前项情形，公职人员应以书面依下列规定办理：一、民意代表应通知各该民意机关；二、第二条第一项第八款、第九款之公职人员应通知指派遴聘或聘任机关；三、其他公职人员应通知其服务之机关团体。前项之公职人员为首长者，应通知其服务机关团体及上级机关团体；无上级机关者，通知其服务之机关团体。行政院提案第七条，利害关系人任公职人员有应自行回避之情事而不回避者，则向前条第二项或第三项之机关团体申请回避。前项申请，前条第二项及第三项之机关团体对收受申请权限之有无，应依职权调查。其任无收受申请权限者，应即移送有收受申请权限之机关团体，并通知申请人。不服机关团体之驳回决定者，得于5日内提请上级机关团体复决。受理机关团体除有正当理由外，应于10日内为适当之处置。无上级机关团体者，提请前条第二项及第三项之机关团体复决。行政院提案第八条，前二条受通知或受理之机关团体任该公职人员无需回避者，应令其继续执行职务；任该公职人员应行回避者，应令其回避。行政院提案第九条，公职人员服务之机关团体上级机关指派遴聘或聘任机关之公职人员有应自行回避而未回避情事者，应依职权令其回避。前条及前项规定之令继续执行职务或令回避，由机关团体首长为之。因回避之公职人员为首长而无上级机关者，由首长之职务代理人为之，但法律另有规定者，从其规定。行政院提案第十条，公职人员依前四条规定回避者，应依下列规定办理：一、民意代表不得参与相关议案之审议及表决；二、其他公职人员应停止执行该项职务，并由该职务之代理人执行，必要时由各该机关团体指定代理执行该职务之人。行政院提案第11条，公职人员服务之机关团体上级机关指派遴聘或聘任机关，应于每年度结束后30日内，将前一年度公职人员自行回避、申请回避、职权回避情形，依第20条锁定财阀管辖机关，汇报与监察院或法务部指定之机关构或单位。行政院提案第12条，与现行条文第7条同，系条次变更。行政院提案第13条，公职人员之关系人不得向公职人员服务或受其监督之机关团体人员请托关说，或以其他不当方法图其本人或公职人员之利益。前项所称请托关说，指不循法定程序而向前项机关团体人员提出请求，其内容涉及该机关团体业务具体事项之决定、执行或不执行，
且因该事项之决定执行或不执行，自有违法或不当而影响特定权利义务之予者。行政院提案第十四条，公职人员或其关系人不得与公职人员服务或受其监督之机关团体为买卖、租赁、承揽或其他可能使公职人员或关系人获取利益之交易行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依政府采购法以公告程序或同法第105条办理之采购；二、依法令规定，经由公平竞争方式以公告程序办理之采购、标售、标租或招标设定用益务权；三、交易标的为公职人员服务或受其监督之机关团体所提供，并以公定价格交易；四、公营事业机构执行国家建设、公共政策或为公益用途申请承租、承聘、承购、委托经营、改良利用国有非公用不动产；五、一定金额以下之交易，公职人员或其机关或其关系人与公职人员服务之机关团体或受监督之机关团体为前项但书第一款、第二款交易行为前，应主动于投标文件内据实表明其身份关系；于交易行为成立后，该交易机关团体应主动公开之第一项但书第五款之一定金额，由行政院会同监察院定之。委员高志鹏等23人提案第九条，第一项前段与行政院提案同。第一款，依政府采购法以公开招标程序办理采购者；二、交易标的为公职人员服务之机关或受其监督之机关提供，并以公定价格交易者；三、乡镇市地区一定金额以下交易行为，前项乡镇市地区一定金额由行政院会同考试院监察院定之。第三条第三款，受托人受第一项交易行为限制之范围，以公职人员或其配偶依法交付强制信托之财产为限。违反本条文规定者，其交易行为之效力依民法及政府采购法有关法令办理。请看第45页，行政院提案第15条，监察院、法务部及公职人员之服务或上级机关构之政风机构，为调查公职人员及其关系人违反本法情事，则向有关之机关构、法人、团体或个人查询，受查询者有据实说明之义务。监察院及法务部为进行前项调查，得透过电脑网络请求有关之机关构、法人、团体或个人提供必要之资讯，受请求者有提供资讯之义务。前项透过电脑网络请求提供必要资讯之内容、程序、提供方式及其他应遵循事项之办法，由行政院会同监察院定之。行政院提案删除现行条文第11条。行政院提案第16条，违反第6条第一项规定者，处新台币1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罚锾；经依第8条或第9条令其回避而不回避者，处新台币15万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罚锾，并得按次处罚。委员高志鹏等23人提案第16条，违反第10条第一项规定者，处新台币5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罚锾。第17条，公职人员违反第10条第4项或第13条规定拒绝回避者，处新台币75万元以上750万元以下罚锾。行政院提案第17条，违反第12条或第13条第一项规定者，处新台币30万元以上600万元以下罚锾。委员高志鹏等23人提案第14条，违反第7条或第8条规定者，处新台币5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罚锾。行政院提案第18条，违反第14条第一项规定者，依下列规定处罚：一、
交易金额未达新台币十万元者，处新台币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二、交易金额新台币十万元以上未达一百万元者，处新台币六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三、交易金额新台币一百万元以上未达一千万元者，处新台币六十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罚款。四、交易金额新台币一千万元以上者，处新台币六百万元以上该交易金额之该交易金额以下罚款。前项交易金额依契约所明定或可得确定之价格定之，但结算后之金额高于该价格者，依结算金额。违反第十四条第二项规定者，处新台币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行政院提案删除现行第十八条条文。委员高志鹏等二十三人提案第十八条，依前二条处罚后再违反者，连续处罚之；依前四条处罚者，所得财产上利益应予追缴。行政院提案第十九条，违反第十五条第一项或第二项规定，受查询或受请求而无正当理由拒绝或为不实之说明提供者，处新台币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经限期通知配合，借其人拒绝或为不实之说明提供者，得按次处罚。行政院提案第二十条、第十六条至第十八条所定之罚款，由下列机关处罚之：依法代理或经授权执行公职人员职务、公职人员职务之人员一同。一、监察院（括弧一）第二条第一项第一款、第三款、第四款、第七款至第十款之人员（括弧二）第二条第一项第二款之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各院院长、副院长职务列检任第十二职等，或相当检任第十二职等以上，及依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选举产生之乡镇市及以上各级政府机关首长、副首长（括弧三）第二条第一项第五款职务列检任第十二职等或相当检任第十二职等以上人员（括弧四）第二条第一项第六款公立专科以上学校校长及附属机构首长（括弧五）第二条第一项第十一款本俸六级以上之法官、检察官（括弧六）第二条第一项第十二款少将编阶以上之人员（括弧七）本款公职人员之关系人。二、法务部前款以外之公职人员及其关系人。前条所定之罚款，受监察院查询或请求者，由监察院处罚之；受法务部或政风机构查询或请求者，由法务部处罚之。行政院提案删除现行条文第二十条条文。行政院提案删除现行条文第二十一条条文。第二十一，行政院提案第二十一条，依本法裁处罚款确定者，由处分机关刊登政府公报，并公开于电脑网络。第二十二条，本法施行细则由行政院会同考试院、监察院定之。第二十三条，本法自公布日施行。宣读完毕。继续，我们宣读修正动议。修正动议啊，也请宣读。修正动议一，第二条，本法所称公职人员其范围如下：第一款，修正为总统、副总统其当选人于当选后就职前一同；第二款修正为各级政府机关构之首长、副首长。如今选举产生，其当选人与当选后就职前一同。第三款、第四款、第五款、第六款与行政院提案同。第七款修正为各级民意机关之民意代表，其当选人与当选后就职前一同。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及第二项与行政院提案同。提案人林维洲，联署人许淑华、许玉仁、林德福。修正动议二。第三条，本法所定公职人员之关系人其范围如下：
第一款、第二款与行政院提案同第一款至第五款与行政院提案同，第六款修正为各级民意代表之公费助理或其聘用之助理，提案人林维洲，联署人许淑华、许玉仁、林德福，宣读完毕。好，接下来我们就进入逐条之前哈，继续协商啊。你可以用麦克风。那请教次长，就是现在加入助理工会聘用的助理这个部分，那个主管机关的看法是怎样？本来我们是想说，因为助理哈，那个名目不一啦，有的用秘书啦，有的什么办公室主任啦，类似这个，所以我们本来说，如果是工会的，那比较明确。中央跟地方的都有工会，工会助理啊，这个比较明确。那其他的名义的话呢，我们本来是要加入工会的，不管你什么名义，只要加入工会，通通都要算。但是有委员的修正动议里面的哈，也叫聘用的助理，只要是被他聘用的，通通包含在内，不管是有没有加入工会。那我们现在认为说，可不可以改为说，各级民代表的工会助理还有聘用助理全部包含，不以加入工会为限。那如果还要加入工会的话，我们也可以加，看委员的意见。我这个哈，我会有一些问号哈，因为你说，不限于工会助理哈。事实上，我们民意代表有一种状况，就是说我们在地方有很多是无料的助理，好无料的，就是我们给他穿着我们的背心，然后帮着我们在地方哈来经营，哦。那你这一种话，你要把它定义叫做哦，他是公职人员的关系人的话，这部分没有，这部分就没有无料的不，哎，所以我们就写聘用的，或哎，我们本来说无料的，他假如加入工会的，那算进去，那就加入工会嘛哈，我们有一个在最新的斟酌委员的，我们是考虑说，那就所以我们的方向就是说限于公费助理，公费助理还有聘用的有聘用关系的，那要不要再把它扩大？我们看看委的意见。对我如果是目前没有，对，如果只限于公费跟聘用的，那我觉得这样还合理啦哈，因为蛮多无料的啦。那个主要就是说那个聘用就是公费那没有问题嘛，那个也会登录嘛哈。加入工会的也没问题，那都在登录在我们那个正式的助理名单里面。现在是说聘用的定义会到什么程度？像刚刚我们蔡委员讲的，无料的没有领薪资，所以应该也没有报所得，也没有所谓的加劳保劳保健保啊，这个就可以排除在所谓聘用之外吗？因为不想包山包海的，因为这个范围很广，有的是纯粹作品助理嘛，有的人可能说，像这个，对啦，等于有点志工嘛，那如果这个要全部包，那个名目很多，也很难加进去，所以我们暂时是没有放进去，那看看委员的意见啦。名称又不见得叫助理，也叫志工呢。哎呀，不包包山包海考吗？没有，我是认为这部分因为这部分
因为他毕竟他根本没有所谓的聘用关系存在，有一点志工，所以变得说他的一些个人行为站在我们的立场，因为我们没有聘用关系，我们也没办法去约束啦，所以这部分的话我认为是比较不适合纳入啦，那是以上意见部分是没有考虑纳入的，看看我的意见。对，这个应该听得到吧？哦，是要录音吗？那个我有一个，像各级我们那个公职人员范围，你各级公立学校校长、副校长及其及设有附属机构者，及该机构之首长、副首长。可是你看，有很多公立学校，他的二级单位的主管，他其实权力很大，他的权力很大呢。那我们这边，你学校校长、副校长而已。我们原本草案，那个都很大呢。然后你像我们国立台北大学的，他一年的预算有多少？那他的二级单位的行政人员，光一个采购，他的行政他的权力有多大？你如果这个你没有去，他比很多的公营事业还大哎。对啊，他这边写国立。哦，然后他各级公立学那大学那个是非常大的哎。原来我们十二款哈，行政院版的十二款是有包括在内的，是十二款的。我话杠啊，但是上次委员也质疑说，这样包山包海，有的乡镇公所的二级单位，像古客市哈，也包在内太多了，所以我们就从善如履，先把它删掉，但准备要加一个了，加一款就是说。其他性质特殊，然后由行政院会同相关，主管就是当然是法务部嘛，哈，会同相关主管，总统府的府院，就是比方说监察院的啊，或是说行政院的自己来核定的哪几个，像学校的总务长那个确实很大，权力很大，没有错。我们也许用这样另外一个公告方式来处理，就做一个概括条款，个别公告，哦，免得说连乡镇公所的那科室也加进去，因为这个有好有坏了。不是，如果以那个呢，这个不好意思啊，洪露，如果以那个职等呢，因为大学的总务长、教务长哦，那跟小学的总务主任那个不一样啊，哦，所以是不是用职等？那我再请教一下，如果用职等来看，大学校长的职等，如果全系部这边是不是大概相当于我们公务人员什么样的职等？那总务长又相当于我们？十二职等，总务长相当十二职等，所以如果用职，那是像政务官一样了。所以总务长是十二职等，那如果用职等，应该就会涵盖在里面了吧？啊，乡公所的这个一级主管那很低了哈，建八有，应该有八啊。那如果是小学的校长呢？大概约略在职等是九等，大概九等。所以小学的教务主任哦，可能就更低了哦。相当于该层级以上，十三款没有变啊。没有，这是旧的啊，它新的没了。新的把它杠掉了，就是说十二跟十三就拿掉的，对。新的没了。那所以是增加，就是用限定它的业务啦，就是加了一个，如果它是办理政风会计。审计采购是列举式，还采列举的，就是十三条就采列举式吗？对，另外再加一款，再加一个是性质特殊，府由行政院跟府院来定的。你那本那个版本有？哦，没有，这个版本没有，我们这个版本只有到十。就更新的、哦哦、
所以12是原来的13款是现在主管机关是建议在就拿掉就对了。的范围哈有大有小，啊，在中哈中低层的这个层级的话，那二级太小，全部包进来太大。上次我也是这样执行的，不过那边值得，那怎么样可以来考虑看看啊？那个什么像学务主任也要包括在内。我是觉得啦，我不知道其他委员看法怎样。既然我们这个叫做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广义的公职人员就都是啊，不然你要定这个法，我就觉得就不要定就好了，你就定高级那个什么高阶公务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就好了，对不对？哎，他你说乡镇市公所的，他有时候贪污也是算千万的在贪污啊，对啊。啊，你如果把说乡镇市公所的二级主管你把它排除掉，欸，他搞不好一个发八万好幾，他也是可以赚好几千万啊，算千万的也都有啊，这个比比皆是啊。啊，你现在把它排除掉了啊，我们看看。好啦，也有呢，贪污哎吼，有贪污治罪条例，有贪污治罪条例，有另外的法，有比较重的去啦哈。可是你利益回避，我的举的是贪污了，但是他也有可能一个发包。他去收取图利或收取一些利益啊，搞不好，对不对？哎呀，啊，搞不好帮他修缮房子，搞不好帮他什么，那也算利益啊。因为像这种比较容易出弊端的，我们再加一个概括：政风会计审计采购人员的，啊，这个一般来讲比较。政风会计采购。政风是我们自己加进去嘛，哈。政风采购最多采购，会计审计采购，嘿，对的，用一般来讲，哦，所以采购人员比较会发生财务上的一个所谓弊端嘛。不好意思啊，市长，哎，啊，你主管业务的人员也最有可能。周围采购人员啊，包括主管啊。不，有时候是业务，比如说你去出柏油的、公务课的，对不对？他整个一个乡镇市公所一年铺柏油的预算，大的是上亿的，啊，这个也有很大的利益回避。我的看法是这样啊，对不对？你像我以前板桥市公所，我光一年铺柏油就多少钱？啊，那个科长如果要去，我靠，他家每天吃鲍鱼都吃不完，那也是利益啊。对啊，洪路说的就是说，基本上因为你承办公务，哦，那你是公职人员，那这公务来说就应该利益回避，应该是。要把它并入，因为你想想看哦，如果你认为公法人之董事他是属于利益回避，公法人的董事很多呢，他有可能他的董事将近二三十个，那这二三十个董事都已经列入到了利益回避，哦，那举重明轻的话，他既然这就他已经这个是公法人又不一样哦，他已经在公务机关、行政机关担任公务员。那这样的话，想象上，连董事这种东西都要了，那为什么公务员可以不用呢？哦，好的，因为原来的13款是把他的职位，哦，什么职位，就二级单位以上的职位，通通列进去了。那上次委员是认为说太广，那后来我们是如果删掉这个话，用职务，哦，以他的职务来列举。那像刚才提到的说公务，欸，也可以考虑放进来，干污啦。哦，啊，那建管要不要放进去？可以考虑看看的，啊。对啦，钢屋就钢。对啦。
那些也是公职人员呀、啊，不应该把他排除在外。哎、欸，对啊，照这样解释，县府的监管科科长有在这个回避的范围内吗？如果照第十，现在你们的第十款，按照行政院版是排没有嘛？哦、对，监管有啊，有啊，原来有了，啊、哦，那原来的是有了，因为他是二级单位嘛，啊、哦，科长哎、欸。啊，科长无啦，科长无啊，刚刚见。哦，伊那湖外局也有啊，局内底科都有啦，湖外局也倒有啦。啊，那湖内处就以前的建设处的建管科，那他建设处是二级吧？对啊，所以照你们现在的版本的话是，是如果没有建管进去是没有规范到的嘛？可以再改啦。对啊。本来哈，我们想说财生法现行的财生法哈，它是列级几个啦，但我们怕说这样哈标签化。政风、军事监察、司法警察、税务、官务、地震、会计、审计、建筑管理、工商登记、都市计划、金融监督暨管理、工产管理、金融授信、商品检验、商标专利、公路监理、环保稽查、采购业务等主管的讲，包山包海都包，这是现行的那个财生法啦。目前这样，但是这样我们怕说哈，把人家的职位标签化。因为他这个法是在规范两件事嘛，第一个就是说他利益不能够利益要，就是说他不能够有一个利益上的一个冲突嘛。那另外一个，他变成是说他的职务上面变成要有一个限制，那会所以如果说他们是比较有可能会去构成所谓贪污的这个部分，跟要不要做利益回避，其实。不见得是画上等号。比如说举个例子，你因为他这个主要在规范，就是说如果这个公职人员放进来，所以公职人员的二亲等内或者什么什么其他人，他就不能够去做有关的职务，或者是这样交易行为、啊、也不能做交易行为、啊、那这样的话有可能是说某个监管科的科员，那他的哥哥可能就不能够再去做任何的这个买卖啊、承揽啊这样子。那这样子当然当不当的问题，这一件事情是要考量的了，要考量。不好意思，我知道。啊，不是，对，他本身贪污是一个，但我刚刚讲就是说，其实很多在地方上实务上的经验啊。这些人就是真的弊端重生最多的，他也可以叫他哥哥的名字去买一间房子，很多啊，对啊，不，我的，那个算做行李啊，去包工程，然后去做装潢什么的，对他可以去指定那家建设公司买房子，或是做装潢哈，装潢由他哥哥去承揽。其实我们在地方上很多很多这种实务啊，所以我刚才讲说，我们的立法精神是，你如果真的是公职人员，你到底要不要连这些都规范下来？你的立法精神如果是这样的话，这要不要？对不对？对。可能哈，会造成弊端的宪法限缩。哦，我请教一下哈，那个这个法务部这边呢哈，那个如果以现在的这个利益冲突回避法的规定哈，二等亲关系人嘛，不能去图利这个跟你有用你的职务去图利这个关系人嘛，哦，包括二等亲，包括哪一些人？那如果是经过合法的采购法，比如说我们用采购来讲，那意思就是我的二等亲的人，假如我是县长，那我县政府所有发包的，经过用采购法发包的任何的这个工程啊，或是采购，那只要是我的关系人都不能去标。如果这个法通过，就是这样子，是不是？不管他有没有资格，有没有违法。不论其有没有违法，那所以我们才用弹珠把它排除。过去用解释的，只要我举个例子，比方说了，交通部长他要搭火车，可是高铁跟台铁都是他管的啊，
那、啊、他变成他不能去买、啊、因为他所属啊。如果很严格，就变成这样哦。所以我们把解释说这个一般价格不能去买车票。对，关系是也所属关系啊。如果啦，我严格讲，哎，交易啦，买卖啊，所以我们后来我们在这个里面用弹书嘛，说一般公定价格的可以啊，啊哪呢？财政部的别当买烟酒啊。哦啊，所以我现在讲的打击范围过广，我再举个例子，因为起码放入补助嘛，所以如果有任何一个被你规范到的公职人员，那他如果他的哥哥是某一个，比如说做长照的一个机构，那这个长照的机构必须要接受这一个他的弟弟或哥哥这个任职单位的一个补助，那就完全都不行了，就完全都不行了。所以你这个公职人员，我的意思在说，你这公职人员越广的时候，他那个按照打击越宽，宽到就是大法官讲的，是不是有点限制到人家的那个工作权、啊？过去发生两个案例，蓝绿对决两个案例的，一个就是东延电机的刘兆玄当行政院长，可是他哥哥早就当东延电机，早、哦、比他早当东延电机董事长啊，东延电机标那个恁板桥那个车头啊。啊，结果像后面后续的在回避、啊，没有回避呀、啊，所以就不知道东延要不要裁罚问题呀、啊，东延呐、啊，哦啊，这个是蓝营，啊绿营的就检举就是那个马大姐，她去当那个中国化学制药有两家了哈、哦，她是公开招标的去标台北市政府的市立那个联合医院，但是哦啊中国化学的渣你都是一些的一阿干，但是没有证据证明公那马大姐干。勾结的问题没有找到了哈，但你上是副总经理，相当层级以上，没有回避，所以我们现在裁罚。那行政诉讼还在一直在跟审中，现在还没确定没有？还没有确定呢、啊。哦，这个就是会有在问，但是它是公开，这两件都是公开招标哦。哦，所以我们是说有意的在把这十四条把这个排除了。哦，这样的话大家看别人的怪，还会妨碍经济发展。呵呵我现在底下都我要断绝亲戚关系。我举个例子。没啦，可是没有错，没有。可是我跟你讲，以前苏贞昌在当台北县长的时候，他就规定他们的亲戚所有的案子都不可以来标。对了，我觉得像这样的首长啦、啊，或者是说你自己去，人家说毁教呼续蜜蜂猴哈啊啊，罗安那几不要紧啦。但是我是说有一些一般的文官吏啊，你也是涉及到的亲。他的关系人等于是伊的亲家吼，他尤其二亲点咧，都要为着你做一个公务员，伊都要开个拢机，伊本来玩咧工贵拢我都做啊，那这可能会有点过广的。就比如啦吼，这里有审计，事实上审计他也没有任何公务上的决定权啊，他只是就这个金额上去做一个吼检查。对啊，他做检查，结果他的亲戚都不能做这个感，想象上真的是有点，以后公务员就要打死。打，所以那公务员还回教呼吸蜜蜂口就有呀。对，以我的看法，审计政工事实上它都是属于监督，不一定要放进去。不过我们为了以示清白哈，我们自己把政工放进来。你不知道公家单位不知道怎么样，我们县市的时候去出国考察，一定要留个位置给审计处，不然回来哦。还会计单位嘛？对，还会计要一定要留个考察单位给考察位置给他。如果说你们举的任何例子有抓到了哈啊，这个其实是叫个兄弟啊谁当人头啊，然后去获得好处，这东西贪污问题了，对不对？这东西要抓起来了。那现在讲的都不是贪污问题，现在讲的都是没有对价关系，哦啊，他只是单纯也没有违法，他就单纯说他就不能够做这件事了啊，所以这个就是。大法官在那边讲吼，啊，你不会使讲吼，啊，有一个人去做一件代志，啊，都诶，伊诶关系人拢真正拢没有办法去从事这样的工作。他本来就好好的一个工作，比如在一个人民团体，啊，这个比如我刚讲他长照，那他现在就是啊，长照要接受政府补助，啊，他
那他唯一的方法就是他辞掉那工作，那个团体才能够去得到补助。啊，这样等于是他的工作就等于就没有了啊，啊这个问题。然后，不是啊，我现在，你的利益是什么？哎呀，不只包括动产不动产。那我如果让你哦送你礼券或送你一些东西，那到底算不算利益？啊、那不行、哦，来，对，所以你们的这样不行哦，不行哦。啊，如果以顾律师的，对不对？不是，不以顾律师刚，不是以顾律师刚刚讲的，不是啊，他送给他的哥哥这样子啊。送给他的哥哥一栋房，先送嘛，加一茶。我送给他哥哥一个礼券，一栋的礼券。如果是他哥哥是送个礼券，那算不算？哎呦，洪路，你刚刚讲的哦，好像是说，比如说我当县长，那这建设公司。啊，我就叫阮兄吼，伊咧做总统，啊，用我的这个人脉关系也好，说要这些建设公司都给我哥哥做装潢，是不是？你讲好像刚刚有提到这个，是不是？但是那个应该跟公务无关呐、啊。那建设公司，我讲的是很多的，像现在乡镇市公所这一级的，是发生很多这种事实的案例，很多都在进行。那是官说民间。可是那是他的。对，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他对，这算不算？他为了假设他为了这个目的，然后他是把这个钱透过他的哥哥去送了一个礼券，然后去想要影响的这样子的话，那这个是构成一种对价、啊，对价贪污、啊。叫起来，最后都会变贪污了。对，我们如果说以比较重的罪的话，变贪污罪是没错，对的。那很多他里面有说到的，那你既然我刚一开始讲的这个话。对啦，所以我刚一开始讲的是说，我们的立法精神是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啊那些人也算公职人员，是吧？但是如果全部包一开始是这个，哎、欸，洪路要用麦克风哦，因他们才有办法做记录。张委员所提到的哈，那个假如构成贪污的话，就是刚顾委员所提到，如果还没有到贪污的地步，十二条有一个。不得假借职务上的权利机会图利了，图本人跟利害关系人利假借了，就比方说我就故意说叫厂商去送给我哥哥，那我说他是关系人嘛，好、哦，那就假借了。如果是单纯的通通没有，那是厂商跟他哥哥个人关系都没有假借，我个人不，或是说我哥哥本身没有跟这个他等人在国外，那另外的事情嘛，跟这个没有假借，那就没有到这个地步。哦、那如果有对价关系，就变成贪污罪了。这还是有一个很逻辑上很奇怪的。那等于是说我这个公务人员、哦、我在县府工作，所以我的所有亲戚都不能做县府的所有的买卖承揽都不可以的整个县府。那如果我在公所工作，他就限于这个公所。那等于我在越大的机关工作。我的打击范围就越大，而且他，对，啊、那就 比方说，对，那比如说我在县府，我可能只是在建管处，哦，结果我的亲戚不能做消防，不能做这个环保，他有限吗？他会限吗？他一样都是县府叫做这个机关，跟他。嗯，因为这里哈、哦，包括直接跟间接监督啦。那原先哈、哦，我们在修法的时候，也有委员提出来说，要不要用间接要几级啊？要不要分级？哦、后来考虑说不分级。我举个例子，比方说以前发生过的内政部那个 SARS 的时候，要采购负压救护车那个负压，当时是消防署采购嘛，消防署要给地方政府的哦。但是当时内政部的政务次长许应生呐、啊，他的兄弟不晓哥哥弟弟。他是一家公司，他来投标那个叫做什么署啊？那个叫做消防署，投标消防署。你看许应生是部会，内政部消防署他下面，他根本标的时候，许应生什么也不知道啊。但是这个就是过程间接，有人认为说这个是不合理，但是有才华了。
好，但现行法是这样来裁罚，但要不要间接到几级？也有人提出来过了，是不是间接两级？一级等一下还是直属？哦，那直属会太窄了，当时有考虑过。那封了，嘎吉放全部了。哈哈哈哈哈！我不了解。不会学夜市，要服务机关的，服务机关的，服务机关，服务机关。对，可是政风是每一个单位的监督机关啊，所以他的打击范围就是全部啊，基于所有。政风是很可怕的单位。太大哈，真的会陷政风主机都不行。哎，请教一下，违反十二条有罚？好像我刚看有吗？有罚，哎，罚款就是罚款。十二条呢？我看是在第几条？十七条。30万到160万。哦。那我再请教，现在14条。就是后段那个或其他可能使公职人员或关系人获取利益具有对价的交易行为，现在是修正是什么样的规定？就具有对价之交易。现在列举就是买卖租赁承揽，然后加上补助嘛，哈，那列举的那概括的说其他具有对价，因为有的是企业名目很多嘛。好，那现在比方说居间算不算，这个就没有列，有利益的话就不行了，具有对价关系的这种利益叫对价，哎，对对。对价的才算了，所以这是举重以明清赠与一定是不行吗？就补助不行，赠与当然不行。赠与没有对价。赠与。我大体讨论，协商讨论不来，我们不敢去。对啊，对啊。界外。我的意思是说，14条是不包含赠与吗？你不是对，赠与是单方行为啊，所以不是对价关系嘛，嘿，是交易关系啊，不是交易啊，嘿。补助不算赠与啊，补助因为赠与啊，当然是不能赠与嘛，对不对？赠与可以啊，赠与不包括这个交易行为里面呢、啊，哎，赠与啊，哎。我是觉得啦，哈，就说我们整个一个，我们要去看说我们定这公务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哈，最主要的是在担心说公务人员那跟就说他没有利益回避嘛，对不对？那这里一个很重要的，并不是把瞒天盖地的所有的人都说你都不能够做任何的行为。那现在我们的这个法的倾向有点这样，就把所有的范围弄得很广，可是内容空泛。只是讲说你都不可以有任何的财产上、非财产上的交易，那你等于是，而且你又把关系也要弄得那么多广，等于是说只要有一个人当上公务员，就全家的人，不只是你家人，还包括你的兄弟姐妹、二等亲的人，全部的工作权都被剥夺，而且他的连社会参与的权都被剥夺，这个是不对的。我们去看看像美国的他们的利益冲突，他最重要的就是说你要去揭露，对不对？你所有的公司或是你今天参与研究的机构等等。你必须要就是第一个你要去制定你的这个所谓利益冲突回避的这些的政策，第二个你是所有的全部都必须要去揭露，而且必须要所有的人必须要被充分的告知被训练，
让他们知道，事先知道说这是会构成利益冲突的，不像我们国内呢瞒天盖地的，然后没有一个人知道这里到底有没有利益冲突。那只要有人去检举，没有被检举的都没事，被检举的他就跑不掉。而且即使是一个芝麻蒜皮的事情，但是就要被罚得很重，但是呢非常大的呢又罚得太轻，所以这完全失衡。这样的一个立法，你要抓大的，你真的是抓小放大，而且就是说你真的需要去，真的你所要负就要去抓的，你根本抓不到，因为只要没有人检举他就没事。所以我会觉得说这整个方向根本就是不对的方向了。那这个部分就是利益冲突回避法，不是我相信各个国家都会有利益冲突回避法，所以其实我们不应该只是一个，我是觉得说有点，当然我们很需要阳光法案没有错，但是要真的能够可行，而且是真的能够抓到大的，而且就是说真的是这种，就是说不是把所有的人全部都搞好起来，然后呢我哪一天想要抓哪一个抓那个而已，真的不能够是这样子一个立法啦。我们是跟委员的观念是一样的啦，方向是一样的，所以没有了。后来我们把它那个文字上把它限缩起来，不要包山包海加进去。因为上次质询2月7号哈，质询的时候就3月7号质询的时候，我们就是回去再整理一个版本嘛哈，看看说在第二条里面呢，先把人啊公务需要适用的公职人员跟第三条他所对应的关系人来做一个限缩，这是指人的部分了哈。那另外一个就是那个行为的限制。那行为限制一般来讲，我们就是在14条里面把教育行为放宽吧，哦，把盖瓜的那个图例啊，图本人或另外一些县里本人跟另外一些，所以上次委员有指教的其他委员啊，有指教说，选民服务，选民服务的话是第三人，那就不是本人跟关系人，所以这个就是把定义上把它弄清楚了。那如果说第二条的范围要需要再限缩怎么样，最主要是有一点点事前的防范，这个是有点黄，应该说是黄君子啊，哦。那当然其他小人，对吧，像小人的话原来包山包海就麻烦了，不会啦啊，因为前面你有没有一个范围，没有一个人的范围哈，那将来我要规范谁有一个问题的啊，对的。所以我们可以再限缩，我们看看委员的意见了，如果需要再限缩我们再限缩也未尝不可啦，哦。那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呢已经在做酌修，看看委员把这个叫综合版的哈，再看一下，我们再来看看怎么样来处理，好不好？其实今天哈，就是说发生好，我们今天审计查验或是研究单位，因为其实也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了哈，就是说我们一直在好各个研究单位一直在做各种的研究，那政府也一直在鼓励说这些的研究出来的成果，其实应该能够生产。而且能够量产，可是呢，这里面就是说，当你这个利益冲突的这个规定没有把它规范的清楚的话，就会变成是说，所有的人动辄得咎，他根本没办法去生产。那所以在这里呢，或者说他去生产了，那你利益又没回避，然后这里就会变成是说，谁倒霉谁被检举。所以你会看说，像美国，他第一个他先要规定说，你要制定利益冲突的一个政策的义务。就今天你的研究机构，你今天这个研究机构，你生产出你所研究出来的东西，你要去生产或是做这个跟这业界要所这个合作的时候，第一个你就必须要先去制定说我这利益冲突的这个政策，好，这个对你有这个义务，你在法条里面就要去明定。所有的这些的机构都有这样的一个义务在那里。那第二个就是说，你这所有的这些财务上的利益的揭露的义务，对不对？你今天跟哪一个业界，然后去做这样的一个研究的合作，然后呢，将来这些怎么样生产等等，你所有的这些利益的这些所有的这个整个一个财务的一个揭露。那第三个呢，就是你必须要呢，就是说对这些利益冲突的这个管理哈，跟你这怎么报告。所以你这里可能譬如说要设置一个所谓的利益冲突的这个所谓的管理委员会还是什么，就是然后呢，你只要有任何的利益冲突或是你的财务的揭露，必须要去报告，而且这个委员会呢，他必须要去稽核。然后呢，这些的报告，还有就是说他们的稽核的这些人，他把这些的资讯的保存等等。那所以我们必须要建立起一个 SOP。当然不是说每一个单位他的这个利益冲突可能内容不一样，但是我们这个等于是一个母法。那当然我们这个母法是一个非常的空泛，但是又非常的严苛的时候，第一个会妨碍到我们所有的这些的就说产品，他要去就所有的研究的成果要把它变成。就说商业化的时候，它的阻碍它。
但是呢，如果说你又没有把这个比较实际的，他应该就这些研究机构或者这些的这个就是说相关的单位，他的这些的所谓的这个揭露的义务，或是他这个所谓的利益回避的这些的义务，那以及他的教育训练的义务，那还有他保存，那还有他监督考核的这些义务，没有很清楚的去把它规范的话，会变成是说好，这些大家只知道说利益冲突。我们现在这里所规定的，就只是说你不可以做什么，你不可以做什么，你不可以做什么，而没有任何的，就说这些的机构说啊，这嘛党行当中没塞者，啊，完了者动者得救。可是事实上，我们是应该是说你什么可以做，但是你是怎么那个游戏规则把它定出来，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的啦。因为每一个行业哈，每一个业务不一样的，像刚才委员提到的，像技转，那技转的那个。技术移转了哈，那个的话呢，它又比有既有科技类，它的规范的那个细目就比较多，比一般买便当的那一种的行为又不一样，对不对？大小差进阶，所以我们跟没有错的，跟这个法呢是一个通法、普通法的观念啦，没有错。那所以我们这里规其他规定有较严规定的就重提规定嘛，哦，对，就我们这个基本上界定在普通法，那没有的用先用我们这里，我们只规范一部分的行为，不也我们的本意不想包山包海啦。全部都包，但是给一般的，所以我们一个某种层级之下，到了某种层，不是所有公务员，比方说从那个六职等、四职等，全部的公务员，不，这个不是公务员服务法的标准啦，啊，哦，那至于说个别法，像采购政府采购法，它有个政府采购法的回避嘛，它如果有较严规定的，要从较严，如果它比我们宽，要将他们改过来用我们的啦，哈，哦，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呢，揭露的部分的话呢，可能也是一样，各个业务呢揭露方式不一样。我们这里也有个揭露，就是要通知嘛。我们一个有哪一条？要一条，有一个初步的揭露方式的哈，就是一般是点一点，要通知啊，有些通知义务。第六条了哈。第六条，第六条的话呢，就是自行回避的话呢，也要通知他本机关，通知服务机关，那就可以监督，透过行政监督他们自己去。我们没有设一个单一的委员会的，就是第六条的第三项呀，第三项，第三项要通知他的服务机关团体嘛，通知上的没有，不然的话通知上级，后面都有申请自行回避，申请回避里面第七条是申请回避嘛，那申请人当然要答复的问题。好，那第九条也有职权命回避嘛，这几种回避以后呢，然后第十条讲到说，你该回避的，你就是民意代表就不能参与审议表决，公职人员的话停止职务，就是说规定到这里。好，那另外还有把，交易行为，对，14条，14条的交易行为呢，他要事先表明，你要纵然开放给你公开投标，但是你要事先表明。预先表明这个，然后这个交易后的话呢，交易要主动公开，有一个主动公开的，就是用逐步型的，这个叫普通法的观点。还有一个就是要把定期申报啊，定期报告那个再来，有一个定期报告啊，谁会讲？有一个定期报告叫11条，这是11条，90，11条，11条的话呢，这个所谓回避。谁有进入回避的话呢？要定期的，要汇报监察院或汇报法务部嘛，哦，那汇报的话，当然是对外要公开啦，哦，汇报以后就公开。那这样的话，就是汇报公开以后，让人民可以监，就全民可以监督嘛。那个案的部分的话呢，就机关要监督嘛，哦，机关监督，这个是建立这样的层级式的管理，没有设单一委员会了。那至于像比较特殊的，像政府采购啦、技术移转啦，这个应该再另外定更细密的规范啦。哦，技转最近就技转，因为它的那个可能造成利益比较广，所以这里呢没办法定得太细的原因在这里了，所以只能从人跟行为两个的规范来做通话，啊，至于规范的那个人适不适当可以考量，哦，大家可以考量，免得像刚才委员所提到说包山包海包到说绑手绑脚，妨害到整体，包到亲戚，包括他的亲戚通通变成说紧衰啊那哈，这个也不好了，哦，但这个人我们可以开始考量。哦，那行为大致上呢，我们在14条比较开放的，就是说那个交公开性的交易行为，这个我们尽量把它开放，免得妨害发展。哦，这两个的搭配了，过去呢定得太严，哦，上次有提过啊，那这样经济部长就不能要去买汽油，是他管的啊，哦，那就变成这个不像是买卖啊，
买汽油是加油啊，哦，像这个就不是我们的本意嘛。哦，这个就我们在这一次在十字条里面比较特殊的几个开放，该开放范围这样对不对？哦，会不会说太胡乱？可以考量了，哎哈。我觉得重点是在于说，就像说我们在定性别工作平等法，我们其实是课雇主义务，对不对？他必须要去防治场所的性骚扰，所以他必须要去制定政策，他必须要去宣德，当有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必须要去做处理，对不对？然后你才能够把这个部分防范下来。那今天利益冲突回避法不是在说我今天干尿杯要最后来给你聊，其实重点是在于说我今天身为一个公务员，或者今天身为这些的会牵涉到有利益的这个部分的这些的人，我能够事先就知道说，哎，这个可能会冲突到，所以我很清楚的知道哪些东西是会牵涉到利益回避的，那我就能够去回避。那这里就会变成是说，我的主管单位我必须要能够很清楚的让你知道，所以我可能必须要训练，而且我就必须要再揭露，好，就哪些东西可能是属于会属于利益回避的。好，那他的就是说等于是单位的这些义务应该是在那里，而不是只是克个人，就是说啊，你今天是这身份的时候，你就什么东西都动辄丢辄，就什么都没当辄啊，这个不会的。这个部分的话呢，过去确实有宣导不周的地方了，就是训练教育宣导就不周，刚开始确实没错，89年制定的时候呢，确实有这个弊病的。那后来就是经过宣导，像14条里面呢，哈，14条里面。这几个行为，将来我们就要说，如果通过的话，这些行为哪些可以做，哪些不能做的，我们要会责成我们的廉政署，啊，去加强宣导，包括对厂商的宣导，包括对公务机关，所以我们可以课政工义务，这里面有写，但是让我们会用行政措施来加强宣导的，没有错啊，我们一定要让人家知道，啊，不然的话呢，我把我们这一当走别当走，这我们的责任了，我们廉政署要这个要负责了，要负责宣导的部分的，包括跟业界。哦，也要告诉业界，在这里面有写，但是我们会做，哦，也是正将来可以用决议的方式要求廉政署加强，这个我们可以接受，啊，没问题啦，哎，啊，只是说这个人跟行为的这种限制呢，哈，要能不能达到？事实上，这个也是预防性的行为嘛，预防性避免你去踏入，因为这个而踏入到后面的贪渎嘛，哦，就把这个因子先排掉，所以要回避嘛，排除那个。进入贪渎的因子，这是事实上是防范性的行为了，啊，所以你才要回避，叫公平行政呢，啊，在法院叫做公平法院，在一般行政就是公平行政嘛，啊，让大家能够公平，所以这个就是说在行为的规范够不够，啊，行为规范会不会说绑手绑脚，在人的规范这两个大家来考虑看看，哎，啊，当然我们也揭露这个里面有很多地方有通知都加上去了啦，这样要通知义务，要汇报的义务，哦，啊，这些都有了。嗯，可能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说所谓的利益是包括财产上非财产上的利益嘛，那今天财产上的利益，我今天出席费2000块算不算财产上的利益？所以今天好，就是说你曾经发生过一个案例啊，就是说今天校长然后他是做那个所谓的啊大专联考的这个入围，然后他需要就是说有人协助帮忙啊，就是说有这个，那协助帮忙的话当然就是他找学校的退休老师来协助，那其中有一个是他的配偶已经退休了，那其实他们那个就是说帮忙其实就是只有就是一个小时几千就是几千块这种情形，而且就是只有几天的这种协助，但是这个就变成又卡到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呢他就说因为你是校长，
所以你今天在主持这个所谓的，就是说这个，可是那个他主持这个所谓的就是学测的这个主持的话，那学测主持其实不是他校长的义务嘛，因为那都是轮流的嘛。那所以在这里就会变成是说，他今天只是一个临时性的，然后只是这种有点志工的性质，只是少数的这个车马费。那但是这个就会变成是说，哎，我们只要是财产上的利益，不管你是几百块，也是财产上的利益。所以这个部分就会变成是说，然后你这个后面一罚就是几万块嘛，对不对？我们刚刚原来以前是最少三十四万，以前对不对？那所以在这里就是说我跟你拿的5000块，结果你跟我罚到100万，这根本就是完全失衡嘛。那而且在这里他就说，我的职务上我是校长，如果说我今天去聘用我的家人来当里面的教师啊，或是工友或者什么等等的话，那当然这是有利益回避的问题。可是今天我是一个受命的人，临时的任务，然后又请临时的人来协助，而且是有半自工的性质的这种情况，那我们这里会变成就是说，就是我们经常会抓小然后放大，那真的大的你反而对他是一点责都没有。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利益回避法，我们阳光法案其实是要针对那些就是说大的，我们怎么样能够抓得到，就是它必须要是可行，而不会变成是一个过客，对守法的人过客，而对不守法的人拿他没辙。我觉得法案不应该是这样子的了。而且那个出席费就不是属于十四条，以十四条为例的哈，他可能就他就不属于买卖租赁承揽嘛，也不是交易嘛，一般的出席费，比方说公听会啦，那个不是嘛，啊、哦，但是雇用的临时人员会有。会有，那是会有的雇用啦。如果涉及到雇用的话呢，就会有财产上跟财产上利益的可能性。这一点，所以我们才在十四条希望能够排除掉，啊、哦，那排除掉这里有一个概括，十四条第一项里面有一个叫一定金额以下的，交易，比方说雇用，啊，但是呢，这个过去的委员这个讲的有以前发生过国民中小学哈、哦，偏乡啊，就叫你孙啊，叫你找人家登来暑期辅导，罚100万呐。这个后来我们经过宣导以后就知道有我们那个当时宣导不足了，现在就不会了，不可以，当然不会说他们就不会去雇用自己的人了，自己的亲戚了、哎、偏乡了、哎、啊，义务没钱啊，就没交易啊，哎，哦，车马会是我们算了，车马会了变得交易了，变雇用了，卖过你有卖用雇用的，现在光是用出席会办那些那个不是交易嘛？所以也许在这里面要不要再加，可以再思考类似这种行为哈，我们回去思考一下，类似这种行为看，一个用有定金额，对，嘿，会啊那去啊，嘿，所以我们到716就是讲，如果看不拢全部拢100万哦，嘿，袂使，就危险嘛，所以即马盖，嘿，电费盖过啊，哦，电费盖过。啊，所以阮即马有加一个讲，一定金额以下的，假如个人交易一定金额是个便当条款，顶下讲的便当啊，像朋友，我顶下讲朋友啊，朋友嘿，诶，拢亲戚啊，一间两米啊，可惜啦，诶，某一个乡安尼啊，一间尔，啊，这是阮亲戚啊，啊，香港啊，乡长边啊买，啊，你去考察人买便当要怎办？啊，所以迄嘛发过哦，伊已经嘛发过哦，人检举啊，嘿呀，即马要用一定金额，嘿，一定金额，嘿，对，就不罚啦，嘿，安尼。好、哦、啊，所以但是请华东啊，按那些就别用什么文字来处理，我们回去再思考一下。好、哦，对于公违公让它合理化，好、哦，让它合理化。所以一种，利益回避的是说，好，今天政府的补助案，对不对？你到底补助了哪些的团体？然后呢，哪些的金额？然后这些团体背景，对不对？他的理监事、董监事等等。那你有揭露的话，大家就会很清楚。因为当政府机关你在把钱这个拨出去的时候，当你揭露，你看的全部都是以同一个团体，你也知道这里面就有问题了。可是如果你没有揭露，你是把它限制得很严，你限制归限制，大家也不知道你到底补助了谁，你根本就资讯不明的话。对不对？我还是照我做我的啊，对不对？那你有本事的话，就是伸喉咙来检举嘛。没有伸喉咙的话，你就是我照我做嘛，对不对？所以这里一个资讯的一个公开透明揭露，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将来可能哈，在政府机关现行法就有补助哈，跟接受补助，政府机关本来就应该依照政府资讯公开法18条，就应该要主动揭露的18条吧哈，要主动揭露的啦。哎，不是18条，有一个主动揭露，你看啊。那18条是不接受了。政府机关啊，接受补助跟补助别人本来就该公开，但是有的机关没有弄出，没有把它揭露出来，那是错的啦，那错的。那将来现在我们法务部也在修政府机关公开法，这个部分的话，应该是放在政府机关公开法，要求他主动，这个可以供外界查核，
哦，除了内部以外可以跟外界查核，公民监督，这个是有道理的啦。这个应该放在政治化了，强迫要求各机关切实履行。那在这里的话呢，就是说，行为上有的要不要到揭露的地步？哦，刚才讲说要公开之，哦，像刚才是讲说交易团体要主动公开，这个就一个特殊性的揭露嘛，哦，特别强调这里的揭露嘛，哎，啊，所以有的揭露事实上不止这一天，这个法能不能没办法包全部了，无法包山包海包全部，在个别其他的法律应该还要搭配。对啊，就是说其他的法律要搭配，但是在这里就是说资讯的公开跟揭露，其实在这里面也应该也要规范呐，对不对？因为对啊，就说你今天因为说实在的，很多的资讯都不清楚嘛，或者说他得揭露，所以我也可以不揭露，所以我不揭露你也没辙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几乎政府单位都有一些的补助在补助民间。第一个大家也不知道说你补助的标准是什么，那你今天揭露，有的人补助20000块，有的人补助100万，那你这补助100万跟补助20000块的标准到底在哪里？所以其实要让大家有一个很客观的去知道说，哎，这个是什么样的，对不对？有为什么？第一个就是说，我在补助的时候，第一个游戏规则是公开透明的，所以大家都可以来申请。那我审核的标准是什么？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是觉得说就不应该因为说啊，今天来申请的人是因为他的身份什么，所以他就觉得连申请就他所属的单位连申请都不能够来申请。我觉得这也不合理。人家如果是依照正常公开透明的这个所谓的竞争的程序的话，为什么只是说因为你当官，所以你的兄弟姐妹、他的配偶、他所属的这个团体完全都不能够来参与？我觉得这不合理，对不对？但是这里就是说，好，这个游戏规则定在那里，不管你是总统，你是副总统，只要游戏规则清楚，大家都一起来竞争，不能够说因为你是什么人，你的所有的，对不对？我们以前是说一人当官这个鸡犬升天，现在是一人当官这个鸡犬下地狱了。对不对？所以不能够是这样。我是觉得说，你是要把游戏规则定得很清楚，而且非常的清楚的揭露，而且让大家知道，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就不能够说我这边揭露的不清楚，但是我把所有的，就你只要是这个的所有的连来参与都不能够来参与。四条，我想考虑一下，十条第一款都是有揭露型的公开招标采购，哦，就排除嘛哈。14条第一款到细条。十条第一项第一款里面呢，哦，就是揭露，有揭露的采购可以呀，啊，哦，然后呢，公平竞争，有公告程序的采购可以，啊，哦，然后这个是以公定价格的交易可以，好，哦，像买油啦，啊，哦，加油啦，啊，哦，买香烟，买这个什么，买烟酒啦等等，这些公定价格，这个就揭露了哈，哦，然后。第四款里面的是说改良物的，就因为它这个有政叫什么叫公益政策，那这个叫我们那个什么什么法，国产法，那就国有财产法里面有公开的这个种揭露等等这些，那要不要再加其他的？各位委员可以在集思广益提供我们再来把它加上去，也未尝不可的，就是行为把行为的放宽哈，啊，避免说腐烂这个方式的。我再举一个例子，因为这个法条它的放射性真的是很强。我现在，我们现在可以看，如果从第二条的第十款，所以它是机关的，我还是举政风，它是它的政风业务。那再从第三条，从第三条的第四项，第三条的第四项再看到说。公职人员第一款、第二款所列人员担任负责人、董事、独立董事、监察人、经理人的之盈利事业，所以如果我用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就是说我是这个政府机关的政风人员，那我的二等亲哈，第二款就在里面，我的二等亲就是我的哥哥担任某个长照公司的董事。哦，董事，所以这样算起来已经拉得很远了。结果这一个长照公司不能接受政府的补助，对，所以我在想的话，这个打击范围真的是很大。所以建议啦，哦，建议是不是考虑说，如果第三条第四项要做这样的一个规定的话，是不是要做一些除外的一些状况，再把它列举一下？就比如我刚举的。这个第二条的第十项，
这部分是不是能做一个除外的一个规定？哦，当然，因为想象上你要把它辐射的范围拉得这么大，是很可怕，而且很容易让这一些公务人员就一个不小心就陷入了违反这个利益回避法。我是以上是提醒啊，嘿。如果是公开招标的话呢，那就进入到十四条了哈。对，我举的是补助，因为如果他做长照的事业的董事，哈，基本上他只是一个可能只是一个挂名的董事，对，所以他本身也没有意识到，欸，他已经违反到了这个利益回避法。这个补助我们再来思考看看，因为补助是这一次后来再加上去哈。那补助有什么可以做排除的方式？我们再来想，我们也可以思考一下好了，哈。好，这个可能。哎，不好意思啊，这个可能还要请你们去再更细致的去分辨出来哈。如果已经可以排除的采购法，好，这些就没有问题嘛。那现在像补助，刚刚蔡委员讲的啊，补助，那这个补助哦，也一定有一个审查机制嘛。哦，所以恐怕要更细致的去分开来。如果它是一个正常的、客观的审查机制。那这样的补助啊，也要去排除啊，而且不是排除负责人而已，包括什么董事啊这些，只要里面担任董事，那等于是他就以后就不能做这一方面的业务了。这一家公司一定挂了。好，比如说他长照公司啊，长照公司如果是主要都是需要一些评鉴补助嘛，要评鉴嘛，然后再补助。那只要你这个家里的人啊，你的哥哥去。跟做卫生署长也好了，或者反正立法委员搞不好也在里面，呵呵，因为立法委员通管哈，那这样都不能做。我们这个我们再来思考，刚刚段委员有提到嘛，就是说补助放进来哈，也是有必要规有那必要性，但是包山包海都通通不能补助，好像也怪。我们看看有没有什么缓冲，比方说公开性的，刚才一位有提到说已经揭露的公开的这种的，再有 SOP 印出来的，那是不是这样可以？但是文字要怎么写呀，啊？要怎么调整出来？我们再想，我们回去想一下好不好？哎啊，等于说有原则。要什么样例外排除？像刚才讲的说，一般交易行为，我们用公开招标啦，用什么样来排除嘛？补助不叫没有公开招标，但是我们那个补助行为，怎么样能够说已经公开性的，那就可以列，不能私下交易那一种，不能私下补助那一种的啦。我都唔知啊，你即下等于情况买咧，这是两个层次的问题啦，一个层次就是。你的资讯有没有揭露啊？譬如说，啊，假设我如果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好，我今天补助了，哦，假设我是部长啊，那我的兄弟呢，他可能是一个基金会的董事长，那他可能本来就是这个基金会的董事长，啊，那因为我来当了部长之后，他可能或者要辞谢，啊，因为否则我可能20年来每一年政府都是会去补助这个基金会，因为或者委托他。去帮忙做这个事情，他可能就必须要辞职，或者我为了我的弟弟去当这个基金会董事长，我可能就拒绝来当这个部长。那有另外一种状况就是，好，我可能继续补助，但是我必须揭露这个关系，就是我必须要去揭露这个关系，就是，蔡宜瑜，好，他是立法委员，结果呢，他同时是一个协会的理事长，他来跟我政府申请补助。那我也补助了他，那我要不要我就必须要揭露蔡宜瑜这个公职人员的关系人接受了我政府的补助，那至少要做到这一点啊，好，至少要做到这一点啊，他必须要被揭露，好，那我觉得有的看这个规范要去怎么样去抓他的那个线要画在哪边呢，啊？我们来一起思考看看呢，啊。这条第二项我们开始里面在抱歉。仿照十条第二项，但本来是公开招标，要事先揭露了。那如果补助的话，要第一个皇冠在前，要事先揭露；第二个呢，后面要公开，后面的也是一起揭露，就两个啦。两道法官，我们来思考看看。好，哦，这个的话也许会可以减少一点冲击呀。好，哦，以十四条第二项这种架构，我们再来思考怎么加，好不好？哎，那公营事业为什么拿掉啊？
有委员说哈，这个第四款、第五款弄起来很乱呐，啊，所以我们是把它合并起来了，公营事业总分支机构的合并的方式，文字上也许会精简，因为会看起来比较清楚一点，不是没有删掉。第六条哈，你司法人指的是基金会算司法人吗？还是不算？基金会算司法人呐、啊，司法人，嘿，司法人，嘿。所以你这个不分说他代表出任公股的这个司法人，他是有利益跟没有利益的。譬如说，他今天向法律辅助基金会虽然是基金会，可是事实上这些所有的出任的董监事，他其实就是只有开会的时候去领2000块的车马费而已。跟说我今天是当国营事业的董监事，那都还有股利的分配，还有薪水等等。那这两个是差很远的，但是你这里变成是受到同等的对待。或者说像民主基金会也是啊，就是董事他的董监事可能一年才开一两次会，开两次会，然后车马费2000块，但是他要受到的这个是完全是一样的。然后在这公代表官方呢，代表官方或公股出任的，还有那如果是一般的就没有，一般人民的没有了哈。那代表政府了嘿。像我去当海基会的监事，那个就是代表，哎，对了，嘿嘿，那是代表。那有的不是啊，有的是指定非公务员去的，哎，有啊，就但是代表公一般私人的，比方说，那私人不算啊，要你像护理薪资，你像民主基金会，你今天的出任的这个董监事。等一下，现在所谓代表公股是什么？因为你基金会整个就是100%政府出资啊，对不对？那你里面要聘任这些的理监事嘛、董监事嘛？那你今天董监事里面有一群是民间是就是专家学者嘛？那另外一个是政党的代表嘛？要政府指派的，所谓聘任的不算。任的一般聘任不会，所以像法律辅助基金会聘任一般的民间的代表，那个不算错啊。大家就所以你广电基金会不算，民间的不算的。对啊，讲啊，我去一年给你领一个4000块啊，所有的全部的。三法那个财产还是还要吗？一般的不用这样。好。所以我们今天还是在这个大体讨论的阶段啊、哦、下一次我们就会进入逐条哈、哦、好，那我要宣布哈、哦、好，我们本案哈、哦、就另定期继续来讨论哈、哦，那上午的会议到此结束，下午2:30继续开会。并案审查委员徐志荣18人及王玉敏18人，分别凝聚之中华民国刑法第
277条，还有272条之一之增订及第271条之一等条文修正草案。现在休息，谢谢大家，谢谢。